尊敬的各位专家、各位同道，大家好！在第六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，我谨代表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，向奋战的一线的心血管的医师们表示节日的问候。就在最近，我们的老会长张爱玲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，老会长指出我们要尊重医生，在里边引用了我们近代杨泉的一句话：赴医者，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，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，非廉洁纯良不可信也。这对我们临床医生提出一个非常高的要求：健康相信，性命相托。作为一个医生，我们不仅要练好我们的医术，同时要守住我们的初心，对病人提供最好的临床帮助，让病人能够有尊严的回归家庭，回归社会，回归生活。最后再次祝愿我们的心血管医师们节日快乐，阖家幸福。